这个球是穿过去安打，火腿要破蛋了，万波中正跑回来得分。王柏荣果然今年第一个打席都很会打，守的也蛮靠边线的，不过还是没有拦到。年轻的这个投手啊，有了打第一球就打出了安打，在中右外方向，王柏荣连续两个打席都安打带打点，设定这种比较偏高的球来攻击就没错了啊、哦！哇，王柏荣今天二支二，火腿领先来到7-3了。哇，这个球是穿过去安打，火腿要破蛋了，万波中正跑回来得分。王柏荣果然今年第一个打席都很会打，守的也蛮靠边线的，不过还是没有拦到。我不管怎么样哦，这个打席哦，确实对王柏荣以及日本火腿队啊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。